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昆明徐刚，欢迎大家来到昆明。现在我要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昆明的滑板店，景包包滑板店。来，先看一下橱窗，有汇丰咯，当然可以看到汇丰。还有这里呢，是我们给滑手玩的台阶，也有特制的。走，咱进去看看吧。哎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吧台区，可以看一下。我这边有这个精品机咯，有眼镜啊、耳机啊、帽子啊什么的。哇，好彩！来看一下鞋子。这边鞋面区，这也是鞋面区。开心吗？那么多滑板鞋。来看一下硬件产品。滑板店一定要硬件产品的吗？一定要有滑板才是滑板店是吧？来看一下。这是我们国内的很多品牌的滑板，我们自己有。哎呀，这个广告一下啊，比如还有橡胶板，时下最流行的橡胶板。来，重点介绍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店铺的一个 mini rack。 哦，这是财神爷，这是店铺 mini rack。 现在 Max 放了道具在这儿，也不能玩，但是我希望以后外地的滑手来都可以玩着我们的 mini ramp， 昆明欢迎你。看一下这边衣服区，衣服、裤子，什么都有。哇，那么多，很惨。哇，内裤。什么都有吧，很全面吗？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二楼，跟我走。来吧，那也是我们的员工宿舍，很仓库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租给一个姐姐的，卖那个打孔 CG 的一个。这边走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那个摄像师的工作办公室，打个招呼，静静。嗨。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录音棚，这边有一个棚子。然后这儿出来，那边还有一个棚。你来这儿。嗨，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PD。PD， Hello。那这儿还有一个棚。啊，你那四个。来，这回我们出去绕绕。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工作室吧。哇，很漂亮。再来一遍。Hello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摄影。这个是崔文工作人员。嗨。来看一下。有点乱。太乱了。就会看一下我的工作室，我的工作室更乱。这就是我平常办公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开会啊或者是的地方，实际上还应该还是一个仓库。对，这就是就这样，这就是我们景包包滑板店，欢迎您来昆明哦。来了以后一定要记住来我们的 ATA 滑板店啊，来了还要记得找我们
昆明欢迎你。